国军从2011年实施精粹案之后，兵力明显的减少，而马总统今天也再次的宣示，台湾的军民比还是偏高，未来将在不影响战力的情况之下，适度的减少兵力，目标在民国106年减少到7000多人。我们最近呢，已经是2300万人的0.93%左右，这是事实上呢，这个比例在全世界的国家来看呢，也仍然是一个偏高的比例。所以在适度的减少呢，应该是不会影响到我们防卫固守、有效遏阻的战略目标。我们希望在未来这2年能够增到10000多人，应该就足够我们所需要。106年以后，7000人就可以达到目标。